在 Marvin 一生仅有一次的商业地产投资机会在哪里？就在我的身后。Burgess Rawson 非常荣幸为您呈现超三 A 级大型零售投资物业 Bunnings 五金店及 Amart 家具店 Hoppers Crossing。物业位于市中心仅半小时车程的 Hoppers Crossing 黄金位置，55,387平米超大占地，坐落于维州最大的大型零售区内。周围如 Harvey Norman、The Good Guys、GB Hi-Fi、Meditan 等国家级租客环立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20,497平米的超大室内面积，使得其成为全澳最大的 Bunnings Warehouse 之一。本次竞标的物业是澳洲商业地产有史以来最优质的上市 Bunnings 投资物业，注意，没有之一。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振奋人心的世纪交易。巨大占地上还坐落着深受本地居民信赖的澳洲家具零售巨头 Amart 家具店。刚刚这里全新续约，物业整体加权平均租期长达7年。整个物业租客负责全部市政费、保险费和所有其他杂费，当然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地税哦。强劲且稳定的年固定租金增长率达到3%，租金净收入超过427万澳元每年。物业拥有巨大的折旧潜力，预计第一年的租金超过250万可以做折旧抵税。物业的市镇位于20年澳洲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。预计到2041年还将增长77%，高速的人口增长是获取长期稳定投资回报的黄金密码。如果您一直在关注超大型商业地产投资物业，221至231 Old Geelong Road Hoppers Crossing 是您一生一定不可错过的优质项目。该项目由国际公开招标的形式，将于8月11日周四下午3点截止。欢迎您与我随时联系，了解该项目的更多信息。我是 Burgess Rawson 的 Zoma， 期待与您的会面。